其实就像台湾的 GoShare， 只是我觉得它比 GoShare 更方便的是，它可以直接丢在路边，不需要到指定的地方去还车。我们又来租车了，我们很像一个车队，台湾大车队。首先，先下载这个紫色的 app， 注册好之后，绑定你的台湾信用卡，按中间的这个就可以直接扫描滑板车上面的 QR code， 打开 app 就可以看到你的位置。全貌的常常每一次戴都这样，所以我就决定上网查一下到底什么样的方式可以让糖糖不再那么湿哒哒。在我打了关键字以后，我发现了一个秘密武器，我是谁？稀罕的帽帽，因为我买的两种型它刚好有香味，所以我的头又再烧起来了。从那之后，糖糖就很喜欢戴这个卫生棉，当然也有不小心失误的时候。戴这个感觉是什么？你粘住了吗？粘住。等一下，哎、欸，很痛痛！你干嘛痛一下？哦，这个很痛。总之，糖糖的问题就这样解决了，真是可喜。